好，欢迎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欢迎来到 ACL Channel， 我是翔龙，嘿嘿。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玩，继续玩咱们这款 RPG 恐怖解谜游戏《加隆》。啊，这次，其实上一次呢，我们是有玩，啊，玩到一半，玩到后面的时候，对，然后那个作者的游戏也发现了一堆问题，所以因此决定好是先暂停，先不要动了。后来作者有跟我那个有提醒我了，他就有跟我说，他们有做更新的，对，那希望那个我把那更新档用一下。对，那我本身也很期待这一款游戏，所以我决定来继续挑战。好吧，那咱们来开始咱们的冒险吧。我记得那时候档案是存这个，对，哦，还在这里。对啊，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荡掉。好，那我们就出发吧。哦，他还在。好，我们上次是用到哪里啊？看，对，眼球我还没放进去。哦，然后因为好像是因为那个之前有人曾反映那个难度的问题，所以那个作者要有在这边呐，那多用一些那个叫什么存档点的，怕说我们玩到一半 GG 啊，然后开始在那边骂东骂西的，我是不会这样子啊，可是有些人会比较 care， 远比其他房间更来死气沉沉。里面有什么东西吗？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我现在只知道，我想要继续过关，还算可以。为什么心脏会痛？我不了解。这边应该是没路了，所以就只能往这走了。看一下啊。很姐姐房间，先不要拿。我觉得我知道这拿的话，会那个会狙击，如果狙击就会开始被追杀了。好了，拿，看得像是我们只能拿着，拿吧。七万岁。被吵醒了，那反正他们不会跑到这里来，嘿嘿，有没有？哦，冰酸喽，被看到，嘿嘿嘿，哦，这边死路哦，啊，所以，哦，所以那个地方是这样的话是死路，我们就没办法从那边走了耶。好麻烦哦，所以意思是我们要从这边走，是不是？好啦，我们就从这边走吧，快跑哦！是要走这吗？嘿嘿，哦，好加速啊！哦，这边原来是可以前进到那个另外一个空间的，对啊，上次我们玩的时候就是这个地方一直卡。完全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地方就一直卡，死命的卡。这是哪里啊？我好像来到了什么诡异的空间呢？零零点。怎么办？我被抛弃了。我被那奇怪的女生给抛弃了，不正常。嘻嘻嘻。有你这样的儿子，简直就是羞辱！哇，讲话讲那么重啊！但好歹也是你的亲骨肉啊，你这样讲对吗？真是哦，没关系，有关系，再见。讲话好莫名其妙。什么？你也听说了吗？没有，我没听说，我什么都没听说，我才第一次来到这个房间而已，你就会听说什么？对不起，我听说你讲对不起吗？那就这样，我听说过了，好不好？对不起，我什么也做不了。
最好什么都不做不了。你不是可以瞪着一个人，然后他就会死掉了吗？阿兰刚好在看巴哈。哦，没有，因为我巴哈那边的我没有打开了。拍谁？对啊，我巴哈的那聊天室这边没有，我没有看，我不知道啊。啊，对不起，阿兰，对不起，我的错。另辟聊天室，找到了。有哎。欸，真的有哎，对不起啊，那个我现在没看到，不是啊，那个我那个挡住了，这是什么？居然喜欢了，好恶心哦！那怪兽长得好猥亵，形容的太好了，好形容到好到我都不知道我要怎么接了。可是我们为什么没看到过怪兽？只是希望你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是不正常的。正常不正常是你来决定的。你现在要离开这里，立刻！我那我腰，他长得好像老大的那个老大弟弟，他长得好像老大弟弟，三脑筋，可选的光芒。之前你那个阿兰你不讲我还没注意到，我刚刚看了一下，他真的长得好像老大的弟弟。下班回来逛妈妈，爸，谢谢你的支持。果然是这样吗，老大弟？哎，好吧，对不起，卡住了，看他不能从后面走。那个知道就好了，那个大概大家知道就好，就不用特地讲出来是什么意思啊，对不对？老大弟弟啊，大家都知道了。又重来了，烦嘞，不能从后面。妈耶，有 bug 啊！这 bug 还是没有改掉哎，好烦哦。对啊，为什么这 bug 还在啊？他那每一次都会有那光源什么的。好，现在又可以了，真的很诡异，也不知道讲。其实我在想，这小鹿会不会就是他自己啊？另外一个人格这样，有可能，搞不好他是双重人格。而且根据刚刚的说法，他说那个。你喜欢他，他是用男生的哦，男生的他，对，所以我在想，搞不好其实是个那个假假，然后这个是他内心的那个女生的部分，就是小鹿，我觉得有可能，搞不好是他内心的那个，好，我们直接走，我直接往前走好了。就不要理这些奇怪怪物了。这他真的长得好像哦，不是我讲啊，超像的啦。啊，果然是这样啊。难怪，如果双重人格的话，感觉蛮酷的。双重人格自己聊天的话，应该很有趣啊。可是相对来说，也是真的是别人会觉得你有病啊。对啊，感觉双重人格还蛮帅的，虽然我是不会想要的吧。难怪我刚刚那个会卡住，我走到镜子后面，他往前走就走不完了。是依照我的意识诞生的场所，这边大概是最深层的地方。那他不是做的恶趣味吧？有可能，可是我觉得搞不好他那个设计成这样是有深意的，就在。在这里，在我意识最内部的地方，看不见自己的这里，沉睡吧。这边可不是最深沉的地方哟。反派出现了，反派出现了，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红色问号？那红色问号代表，通常代表的反派嘛？布莱斯，你的误会可大了。是谁？
我是谁？你跟我不是最熟了吗？buff 你也来了，我很卡，会吗？一直顿，真的假的？可是我这边看是正常的、啊，会顿吗？真的假的啊？是我的网络问题吗？不会吧？哦，哎呦，干什么？假的 home 要保存目前为止的进度吗？废话吗？我不保存的话，我怎么？难道我还在继续那个？超卡了，画面停好久，真的、哦。啊，这好，那该怎么办啊？没办法，我人数不够，不然我也想要去申请另外一个。听说从那边看比较没那么钝，哎，再努力，再努力。那如果我的那个追随人数还有粉丝团人数都没有到标准，不然的话我也想去申请那个频道的。听说从那频道看推曲的话会比较顺。这是啊，我想起来了，我到顶楼来看夕阳，生活太累，今天不想下班加班，所以提早回来。话说阿兰，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啊？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加班哦。真的假的？那么好。今天的天空真平淡，那这不就是之前我们一开始玩的时候那个有点无聊，感觉很累啊，好像背着一大包行李一样。那这不就是一开始的吗？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手机又响，有电话，怎么会有人打电话给我？所以现在怎样？不突然念了一下。啊，是妈妈。喂，对啊，这边都是跟那个一开始的时候是一样的、啊。布莱斯，你听我说。哎、欸，妈妈讲话了。是，怎么了？你永远别回来了。就是你害我跟你爸离婚的。永远别回来了。我在路上了。就是来把我们的生活搞得如此尴尬的人，就是你，一直转圈圈，你根本不该存在。那我先挂了。你也摁得太顺了吧？你根本不该存在。那我先挂了。电话不是被挂掉，电话是被自己挂掉吧？绝对不是被他老妈挂了。啊，其实坚持下去也没有意义了。就在这里碎成玻璃吧。这什么 Ben 啊？你就点一下他名字啊，然后那个会有一个那个什么禁止的那符号，按下就可以了。你要等一下现在什么情况？你想干什么？布莱恩，你想干什么？花了发？他跳楼了。气话。白雪拳，等等啊！为什么要跳楼啊？我只是一直好奇之下往回走而已啊！那呢？不是吧？你也跳太干脆了吧，大哥？好干脆哦，我太佩服了。音乐 music， 你都没看到结局物。好了，我可以告诉你这结局，这个结局就是，他跳楼了。不是啦，为什么跳楼啊？快给我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跳楼？好的，你不给我个合理的解释，我就让你再复活，期待这款游戏的朋友和你，感谢您的游玩。不要跟我说这游戏就这么结束了，我才刚开不到15分钟啊。请再尝试更好的结局吧。所以我只完成一个，我已经完成一个结局的意思吗？它有其他结局啊？
来，我们来试看看。来啦，挑战另外一个结局啦。哎呦，为什么会每次到这边？这里啊。哎、欸，对啊，搞不好那个叫什么？布莱斯他真的是有双重人格倾向，我觉得啦，我觉得那个小鹿搞不好就是那个他内心当中女生的部分，所以他真的是假假，不会吧？开玩笑的吧？你要看好结局，我也想看啊。而且这妈妈怎么讲话是这样子啊？啊，不能回去了，不能回去了。这里不是我家，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如果说一旦决定了就不能返回，那么我会选择什么呢？我乃在，我连搞得好像是我选择一样。该回家了，不要再回去顶楼了。生命如果是一栋大楼，那我在第几楼呢？这位先生您好，这边是八楼，请问您想往哪一楼？给我去十八楼吧，你地下十八楼。在那边讲一堆有的没有的屁话，问号。这也不是我家。该回家了，不要再回去顶楼了。如果可以再重来一次，我会再重来吗？这边怎样有东西卡住，是不是？主角是文青吗？我不知道啊，讲话真的超级……欸，他真的有地方卡住哎。我也知道你们不是不帮我，而是帮不了我，所以我不会责怪你们的。他是文艺青年，重来跳楼吗？不会吧？走一走，突然开启文艺模式。哎、欸，这是这 bug 吗？不是啊，哎、欸，不是啊，哎、欸，开玩笑的啦，哎、欸，哎、欸，非常好，我成功的找到另外一个 bug， 哈哈，可以这样绕来绕去，哇，这个 bug 超帅的。这样子的我给你们添麻烦了吧？我真的很抱歉，突然开始文艺模式。嗯，很好，我意下没有什么其他的味道。他的那文艺模式应该是这个文艺吧？这也不是你家，我是我们宅。佛比亚是这样，佛比亚是谁啊？名字在苦痛中已看不见影子了，什么意思啊？哎、欸，越来越红嘞。阿罗哈，这好像是优酱吧？我没记错的话，名字我应该没记错吧？如果有记错，你要跟我讲哦。妈妈，你还爱我吗？你不是说你是不是说过你会一直爱我？我妈妈很爱我，没有错啦。对，你妈妈已经抛弃你了啦，你要不要考虑砍掉重练呢、啊？不是啊，不可以这样子啊。我觉得他妈妈真的有点太偏激了，这应该是他幻想的，不是我。文艺青年啊，对吧、啊？这有什么差吗？对，就字不一样而已啊，本质上是一样的。我家在哪里？为什么我找不到我家？妈妈怎样啊？妈妈、哦，妈妈说那个叫他永远不要回家、啊，我真觉得很过分。这谁啊？这边走一条路。布莱斯，好久不见了。你长得跟我一模一样哎，他长得跟我一猫猫一样样哎，还记得我吗？你是谁？哦，我没记错名字哎，相当成功呢，已经忘记我是谁了。等一下，我一定记得你。等等，啊，好痛好痛！没那么重要了，反正你也只会继续痛苦下去。告诉你这么多干什么呢？我知道，我一定看过。在你继续痛苦下去之前，让我来跟你说一个秘密吧，如何？很有趣吧？好病态的声音。
不是啊，你不觉得他脸看起来就很病态吗？你看他眼睛，他眼睛是那个像那月亮眼，对，挂钩眼。秘密，那是什么？秘密是什么？秘密如果被你知道，那还叫秘密吗？对不对？你干嘛一定要去在意这些呢？真是的。告诉我，我现在对这些完全不了解啊！啊，不如这样吧，用台语讲一定很巴言的。你好啊，就你台戏啊，我就跟你讲那个秘密，不是永远就没知啊谜底。不是啊，我台语很烂啊，告诉我，跟我讲，我想知道那个秘密，跟我讲。我还来不及看他刚刚讲什么、然后就这样 game over 了。我只记得什么你和什么什么厌恶。哎呦，烦嘞、有种在看布袋戏的感觉。真不好意思啊，我的布袋戏真的大部分都学自台那个，从那个什么学的。那个叫什么布袋戏里面学的，还有我妈妈的，我妈妈有教我。嘿，你在讲我害羞啦，没有那么好啦哟。没有，没事没事，我已经说过我要守口如瓶了，对不对？一瞬间被卡掉概念多呀、他那地方转太快了。我那地方我还没按哦，我根本就没有按那个确认键什么的，然后他就直接没了，我就有没有？你看看，这正常妈妈会讲的话吗？我觉得这应该是他内心当中他觉得他妈妈会对他讲的话。对，手机好像不是我的手机啦，是他的手机啦。我手机在放在旁边充电呢，怎么可能？对，SK，没有啊，我 SK 现在也没有东西啊。好了，快点快点啦，谁理你啊？你这个文艺青年，你的文艺青年，快点，快给我走快一点。我觉得会不会连这布莱斯也只是其中一个人格啊？吴明你好啊，安安你来乱了，竟然来乱了。布莱斯，好久不见啦，你还记得我？请当作刚刚什么都没发生。无名安安哦，第一次在这边看到你呢，我以为你要开台。快点，我决定我不要知道那秘密了。小米，狗狗，我今嘛你这完全无了解啊！啊，又0.09秒看选择，无安尼吧，让我上你台咯，我就跟你讲迄个秘密，唔是永远就唔知影谜底。喂，那些事，迄种秘密，我爱听。让我离开哦，晚点再说。可惜晚一点，我就要休息，明天早班啊。个北齐一赶快，你是无可能脱离这个所在啦。为什么？伊抓人肯定，应该是伊自然爱进来的。这已经无别出口了，因为我拢将因拍碎了，好难哦。我抓有可能讲我袂来这，伊也唔捌嘛。这是你的心情意思。上黑暗的那部分，袂使，我要离开，对伊来讲有好处吗？
OBS 无线比起来，你刚刚离魁梧靠后吗？不要用霹雳的配音，我没有用霹雳的、啊，我用金光的、啊，用金光的配音的话会比较好玩啊。不是啦，没有啦，我那个 P 我没看过啊，我都看金光啊。布莱斯，哇，就是你啊！你卖讲啊啊！你发生什么事情？难道我也唔知吗？我卖讲啊！哎呀，唔过我有些事情要亲眼看过才能理解，我受不了了，还没看画面就觉得看错台。但是别忘了时间，挽回的时间只有4分44秒。转到布袋戏台的概念，不然我布袋戏好看啊，我超喜欢看金光布袋戏啦。赞同，有那么夸张吗？快！没必要开灯，记得找出口，这里绝对不会出口。花了发，刚才什么？4分44，等一下，他知道我找什么东西啊？你4分44秒，那我找什么东西？你要讲啊？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是怎样啊？可以爬到电视，能轻易踏过去，就像变成一张纸一样的电视，令人恶心的桌子，不像这个世界的垃圾桶。这我们找什么啊？什么东西啊！我天、啊，花了 farman， 属于我位置被狠狠的侵蚀掉了。他是要我们找什么啊？阿兰动作好快，阿兰已经蓄势待发很久了，意思吗？无底深渊。要去哪里呀、啊？这里吗？动作迅速，超厉害的、啊！阿兰跟 Buff 两个都超强的。你放一个小时都没反应。我什么话都不能说，这不能乱讲话。这是怎样？变色型，刚好瞄到。紧紧的盯着什么，虽然希望不要丢失，所以这边有什么东西是不是？有钥匙有钥匙真的假的？这边真的有钥匙啊？没了，因为是阿兰。可以爬上来。耶！我可以爬到这边来了，好有趣哦！哇，我超喜欢这种 bug， 有没有？搞不好我可以直接这样进入这房间、啊。不行，今天竟然没有卡。你讲到好像很期待我这边卡卡的一样。这是到底什么啊？厕所遭到那些线攻击了。可以打破吗？第一次成功编到了，也太兴奋啦！针筒是空的，可以装这个吗？不行，我还想要可以装那个、欸。所以要去哪里啊？这里吗？深深的凹洞，不能用在这。编过小豪，真的假的？阿兰，你把小豪给编了，真的假的、啊？哇，这也太有趣了啦！我好难想象，好难想象小豪那无奈的样子，好难想象、啊。你怎么会把小豪给编了呢？这也太厉害了吧！变得恶心的青绿色了，同一天还连续两次，哇，太强啦、啊！有个洞可能可以插入什么？插入这个吗？使用存量？靠鱼啊！你什么东西啊你？啊，
好了，你叫我过去，我就要过去，我不要过去，我觉得那边好危险啊！妈嘞，是什么情况啊？我靠！这边好像什么都没有哎、欸，是说时间超慢的？它大概是两三秒才算一次吧？对啊，它应该算两三秒一次的那个，才算一秒这样子。啊，哎，这边有没有什么东西啊？哦，可是在自己时空台编的也比较好玩啊，我觉得。所以以前我都不设慢 mode 啊，因为我就觉得自己编比较好笑。他这边回复原状了，但还可以走这。这什么情况？没有按钮的电灯开关。会黑吗？我看到是蓝色啊，行吧，把它拖吗？嗯，我打不开，迷路中，对啊，我在迷路啊。妈耶，再迷路下去我要变西迷路了。基地就这里，不要离开。献祭完毕后，就轻轻闭上。闭上什么？时间的摧残使你无法完成。完成什么啊？尚未被什么的献上道歉的，啊？这到底什么东西？西迷路的啊，相当舒服的空气。不是啊，哎，你要告诉我说在这边要干嘛？对，搞不好这边有什么东西啊？哎，白痴哦，不是说你到了什么地方？就停了啦，哎、欸，不能这样子啊！啊哈哈哈哈，是怎样啊？是什么情况？我要等时间到的意思吗？为尚未被什么的线上道歉的时间的。有上到说到底，我也不知道啊，什么意思啊？就轻轻闭上。我问我们什么东西可以用啊？不能在这。原来是人设无间洞。哎、欸，到底，这什么情况啊？哈哈哈哈哈不是啦，哎、欸，你要告诉我啊，现在什么情况？妈了，不要离开！妈，你干脆喊不要走好了。所以我要在这边，我要在这边待两分钟，这样吗？我先去划个手机啊。没吃哦，这什么情况啊？蓝色蜘蛛网。还有黄色跟绿色，哎，这是怎样啊？预知下集，前阵子还在看，我不知道，我最近我之前上一次看的时候是看蓝色水玲珑，还没工作那一阵子，对啊，那一阵子我都看蓝色水玲珑，蜘蛛蓝色蜘蛛网我倒真的很久没看了，是要用什么东西是不是？还是说要戴上这个发夹，但好像没那么明显。屁嘞！玫瑰同你眼，玫瑰同你眼。我有个朋友 ID 以前 ID 叫玫瑰同你眼，是什么情况啊？哎呦，你舒服个毛线呐、啊！哎、欸，不是啦，你要先。你要先告诉我你要找什么、啊？
三四，该不会四四四吧？该不会是这个关键吧？对啊，我觉得他这个好莫名其妙哦。四千钱。这个地方好莫名其妙、哦，所以我要在那边等到时间结束为止吗？而且我其实一直想讲，你们看这个像不像一个人脸？就像有一个那个老太婆有没有？然后那边这样子歪着脸，然后往下看这样子，一直瞪着你，什么像你自己看像不像？你们仔细看嘛，这个就你看这个地方是眼睛。然后鼻子在这边，嘴巴在这，然后这是他下巴，然后这是他头发嘛，这边头发都已经白了，那这边还是黑的，哎，超像哎，不是我要讲啊，超级无敌像啊，鹰钩鼻老乌火侧眼，对啊，有没有超像有没有，对不对？好啦，我现在只能在这附近绕来绕去发呆了我。嗯，还是说是要用百合？哦，是要用百合在这边哦。What the？ 现在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啊？真的是要放百合哎、欸！可是我没百合啦，我只有两个百合而已、欸，都少一个百合！啊靠！啊靠！又要重来了，我少一个百合啦。可是第三个百合在哪里啊？哎，又来光源的问题了，问号。为什么？但倒数停止，对啊，我也觉得莫名其妙啊，到底什么情况？搞不好是放其他东西，我刚试过了。除了百合以外，没办法放其他的、啊。一手电筒不可能吧？榔头也不可能、啊。哎、欸，三九安安，我没有泄露、哦，我没有泄底哦。有没有？我说过，我像那个，我一向那个守口如瓶的，有没有？所以是要我们找什么？是不是？所以这边应该还有藏什么、欸？肥龙哦，我本来就肥龙啊，有意见吗？怎样？我就是不一样啊！我绝对不会跟你讲我体重的。等我一下，我忘记了，先把赖的那个提醒先关掉好了。没有，没事没事没事。哦，我这是我跟三九之间的小秘密，对。啊，那个试看方位，对耶，我没想过放婚戒。可以试看看喽，其实。好，等一下我们来试看看好了。把我投进去。不要啦，不要随便把我投进去啦。犯法的啊，这是犯法、啊欸。我一直很好奇这蓝色到底什么。走 go 我们再找看看这边有没有会炸。哎、欸，你还没，你这很过分哎、欸，三九，你不能这样欺负我啊！人好歹我也替你隐藏的秘密、欸，对不对？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等等，这是要这要编掉吗？不是，看错，我以为是我是谁？什么啊？你家到底有多危险？逃离 buff 的家，好怀念啊！那款游戏超好笑，那个游戏很好笑，我喜欢，讲实在的。对啊 ，buff， 你家到底有多危险啊？要被编了。我真的很好奇，你家真的有那么危险吗？你知道这戴上内裤就真的可以变成从让一个圣诞老人变身吗？我真的很好奇。到底，你竟然说啊？哎、欸，好啊，阿兰说啊，靠哟，我不能看啊，可恶！因为我晚点我要休息了，明天又要上班，早班，哭哭哦，明天要早班。那个太新手了，不要不好意思啊，对不对？你要对自己有自信啊！我刚讲的，三九，你老实讲，你平常到底都在看些什么？疯狂假面，你竟然会去看那种东西？我天哪、啊，你到底平常在看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啊！不能在这里，所以到底是要去哪里啊？还是说要把、啊、不能，我想说要把那钥匙插进他的脸那个眼睛里面。漫画好看，豆皮寿司，我天，黑历史。Let it go, let it go， 我来帮你唱歌咯。你也会这样讲吗？快快去，赶快去玩那个 buff 的那个逃离 buff 的家，快点。对，要赶快加到我的最爱，没错。快，那个好游戏必须支持啊，必须顶啊，对不对？好游戏必须顶啊。水真的要过去哦，好烦哦。好了，我们过去好了啊。扎路票卡，哎、欸，这你就不对啦，对不对？有好作品当然就是要分享给大家嘛的，这才是好事啊！要看可不可以用那个榔头把它给砸了，不能，都不能。那榔头到底在干嘛了？百合也找不到，对啊，我找不到百合啊。好啦，我试看看丢那个。不能用在这里啊。花了发。有反应了，有反应了。这回有嘞。回到这里了，刚才在做梦吗？感觉好像找回什么似的，内心有种很特别的感觉。镜子有我的影像啊，镜子有我的影像啊，是这样吗？莫非我已经快要可以脱离这个世界了？必须赶快离开。但是小鹿，对，小鹿去了呢？说好一起离开的不行，丢下他一个。耶，我可以走了。我可以回耶、yeah, 我成功了，爹娘，我成功了耶、yeah, 镜子感觉比较帅。哎 KW 安安啊，你好啊。花了发布莱斯吸干倒了，我已经完成，我已经是完成的你咯。他脸怎么歪歪的，我也不知道啊。你我今天只是给我众多你得赶快跑。怎么会来到这里？小鹿他不是在当黑色地方？哦，你也变太大只了吧，立刻啊，哇，已经等一下。对不起，我得承认一件事，我思想开始歪了。
绝巨人，不是，我的思想已经变得很奇怪，我的思想已经完全朝那个12点过后才可以讲那个话题那边想。妈的，三九，你不要打那个，你不要这样打、啊，我一直想笑啊。耳朵扎克吗？所以说，快快束手就擒，不要啊！哎、欸，他也跑太快了！哦，你阿妈卡后啊！糟糕！哎、欸，不是啊，大哥大姐，你们听我哦，大哥大姐，你们听我说啊，不是啊，是他自己讲的话，让人误解啊，感觉好有即视感。不是啊，大哥，你们听我解释啊，这一切都只是误会，又有烤鱼啊，又是、啊，这真的只是误会啊，我没有其他意思啊。哎、欸，他走路开始变快了，超帅的。真的、欸，没有啦，真的是误会啊。你们，你也不检举，不要啊，拜托。哦呦，哎呦，哎、欸，他冲太快了啦！你要忍受常常继续看。哦呦，你们听我解释啊，这真相不是这样子啊，真的是误解啊，这真的是误会啊，这真的是作者的问题啊，是白雪泉的错。人的又跑，是白雪泉的错啦，他让我误解的啦。哎、欸，不是啊，欸、他好快哦、欸，他真的跑太快了啦，不是那个很快啊。欸、我在想什么？啊靠！鱼吧，我现在有种越描越黑的感觉。还不是失控，像 Holy Buff 的家，我已经失控完了。Buff 的游戏我很早之前就玩完啦。哦 ，OK， 他好大只哦、欸，而且后面还有怪物哎、欸，门被锁起来了，快跑哦 ，Q 狼哦，哎、欸，椅子全部自己跑开了，啊，什么东西啊，我的，哈哈哈，有点失控，什么东西啊？为什么你要卡在那边？门是锁的。跳 ，jump， 哟！这里吗？哦！被杀毁了。冲啊！哦 ，What the hell？ 我不是已经逃完了，而且又变按摩摩是怎样 ？Hello， 洛斯你好啊，洛斯402553700你好，安安，好可怕！我觉得最可怕的是，我明明就已经逃过了，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的啊？你死了最好好几次，真的假的？救命啊！哦，小兰，小兰你好。这怎样按摩摩的啊？不是啊，他好按哦。又一个小兰。好啦，小兰好啊。
暗哦。哎，等一下，等一下，我现在发现我上面文字跑错游戏了，算了，我把那个用掉。要不断的跑，真的假的？好烦哦。哎呦，哦，每一次我只要重新读取，就会这样子。每次都会再重开游戏吧，要死很多次才知道怎么逃。意思是，越失败就越暗，真假的？小白二号，哎呀，不行！我现在只要看到这句话，我就是想笑。哦，啥？哎，靠哟！走错了，那边有 PO 游戏有 PO 了。不是，我知道，那什么，那个其实是一点小误会啦，就是我看到那个，你懂的，越来越壮大，我想歪了，好不好？对不起，你要当大人，死不了。反正杀了，也是啊。来，哎呦，靠哟！还有这招、啊，我靠！还有这招、啊，我想说，我觉得来回走下他，结果自己中了摇滚教主。哦，真的吗？我晚点去看看好了。想他是洛克人西格玛不就好了？西格玛，我好讨厌西格玛、啊。我好像看过摇滚教主的名字，我就靠右。哦，不是啊，那个他们速度太快了，就算他有用我们的西格玛，好大的头，我记得，因为我只玩过 X2 啦。西格玛死掉后穿上那铠甲变西格玛魔兽就很威了。那以前玩那 Game Boy 有没有啊 ？X2， 真的假的啊？好烦哦。啦啦啦啦啦！哎，我擦屎尿屎光吗？我玩那个洛克人，我玩洛克人很烂啊！我老实讲，不是啦，哎，这个太夸张了啦！为什么越到后面好像越暗呢？我玩洛克人很烂啊！他又来了，又要逃了。欸，他到底是谁呀？快跑，快跑！Jump！哦，我动啊！另一个问号会卡住的样子，是吗？真的假的？我靠！我不知道那边可以存档啊。而且为什么他好像不怕那个灯光的样子？哎呦，又死了！附近有存档哦！我靠，那我到底在干嘛？我不知道，我刚刚没注意啊！不是啊，那个这那么恐怖，对不对？我刚刚赶快先跑啊！哎呦，每次这边要动脑，不是啊，大哥，你听我说啊！动脑不是我的强项啊！哦，我想起来了，我好像有看过那一篇贴，我想起来了，对，有，我想起来了，台主是同学，要多包邮。
好吧，我那个三九让我无话可说了。哎呦，每次都跑过头，很烦哎！要死很多次才知道如何逃。啊，死了十几次啊！我晕倒啊！不行啊，看到这一段，我真的很想笑啊！救命啊！Jump！ 哇！他怎么还在啊？不是，他怎么还在啊？我以为他不在嘞，我很上应该跳不过来吧？体型那么大只，对不对？没看到路灯的，我也没看到啊。哎呦，每次这边都会，每次那边我会那个不小心快走一步，跳过去，右边我逃的中地方中途附近有路灯，真的吗？好，我等一下看看好了。这边应该是没有路灯了。为什么？再之前一点。哎，三九，谢谢你，谢谢你，三九感恩你，谢谢你的donate，谢谢大大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donate。要逃之前不是有路灯？有个画面不是有路灯？真的吗？这个吗？是这个地方吗？那个是那怪物，我刚刚我认识什么跟阿兰你讲的，我忘了。那个是什么？那个地方那个怪物，我称他什么啊？老大弟弟。算了，我就不信邪，好不好？我就不信这个邪啊！Fuck you！ 哦，老大弟弟是小老弟，没有。老大弟弟，大家都俗称，即可以利用卡住来存档，真的假的？有吗？靠我的智慧，小兰，你太看得起我了。我告诉你，那是因为三九，你是第二个成功讲出这句话的人，好不好？我跑错边，哎呦，烦呢。没问题，我可以的。来吧，让你们见识一下，不用存档也可以赢的男人是怎么样的。那谁是第一位？樱花现在应该跑去看东方台了吧？他每次在那边讲，好啊，他每次在那边讲说，还没开始啊。可以的 ，OK 的。哎，对啊，樱花每次在那边讲，他说我那个，他都说我没有那个，
没智商。你会死很多次。没有，我告诉你，这只是我不服输，我想要挑战掉。哎呦，我就是不爽啊！我就觉得说，对，有存档点，那要怎么样？我就是硬要不存档过关，好不好？身为一个男人嘛，对不对？这个挑战之心是有正是正常的，好不好？还好不是没有文化。哎、欸，没有没有没有，没智商我可以接受，好不好？因为智商那个智商每个人发展的程度都是不一样的，没文化是怎样啊？我觉得今天我的台那个无线，我今天的那个水准好像无限下降哎、欸，不是水准、啊，那个什么，对水准。我不要冲到，不要存档，不可能，好不好？啊，那是不可能的。妈耶，魔女之家我也没有挑战成功过那种。魔女之家有个结局就是从头都不能存档。啊！哦耶！哦耶！不忍心，我靠！报名再一次，不来死！我靠，你就卖头啊！你逃不出去，我会代替你好好的活落去。喂，我没有说身为男人都不要存档，我说身为一个男人就是要有挑战之心。好，那什么叫挑战？挑战就是那件东西看起来很难，但你是做得到的，所以你要去挑战。好，对，那像这种。像所有游戏都不存档，要一路过，那个已经不是很难，那已经超越难这个字了，那个就不是在挑战，那就是神经病发神经才会去做的，懂不懂？谁叫我没有差？你看我私信，走开，走开，走开！啊，三九，你够了啊！哦，你这样子是，你这样子有点欺负人了、哦。买扣给我，有什么好烦恼的啊？环境也活得不快乐是吗？不是吗？让我代替你，不是吗？袂歹，看看呐、啊，你变得忧郁咯。我伫迄个世界，无人会接受你，至少伫这个世界，无人会伤害你。你的母亲。对你说出迄种话，母亲早就无爱你啊！不担心，都说不会成，说到不要，你尴尬嘞！人生哎，从何开始嘞？不要啦！你们不能这样子啊！哦，现在什么情况？刚突然自己按掉了。是物体，改唱京剧我不会啊，京剧我不会啊，好不好？这片天空究竟发生什么事？宛如鲜血映蔽蓝红，他真的是文青哎、欸！布莱斯，买个岛啊！完了完了，小鹿！啊？他是小鹿？他身上怎么那么多眼睛？在屋顶唱着你的歌，屋顶，我记得好像是吴宗宪他们的歌嘛。他眼身上那是衣服还是眼睛啊？好恶心哦，被你发现了，意识慢慢回复人了。万福金安，小鹿为什么这样？不知道小子，你北齐吗你？这系列异世世界，人都出去了，只有一个人，可惜。可是，小罗，卖个叫我什么小罗啊？我的名字叫做西霞路，就是就像亲，就像你紧张，就像紧张的你同款的存在。是眼妆，他根本没穿衣服，真的假的？小罗，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你回答我，因为你现在是太过冷峭啊。
金无寸，滑溜溜环。他好像没穿衣服，他身上的那些黑线好像是洞哎。就那个有没有那个镜子上面不是有时候有破洞吗？求中文配音。好啦，好正常的，你不可以这么做，快让我回去原本的世界。不听话的话，我也没办法了。看来要把你杀掉才行了，这点超可笨。日本某个妖怪神眉哦，我知道你说的那妖怪，那个是偷东西的时候会有的裂缝。我不能动啊！是怎样？现在什么情况啊？现在怎样啊？下去，下去。妈的，你给我下去哦！哎，他下不去，他下不去，好烦哦！这什么情况？白木妖，对。哇，看来大家都神没名啊！哎，现在什么情况啊？小兰救命啊！小兰救命，这什么情况？不能用在这边，是这样吗？神没有新的漫画，你是说那个吧？你是说你要干嘛？哎、欸，可以跳哦！啊，我刚刚走过去怎么没事？出去，卖座红干机。哦，地狱老师逢魔时刻。哎 ，Knows 你好，安安。啊！啊，西霞路。Balen 9.8 破9.8碎玻璃，这边真的有分歧点的样子，真假的？快啦，小兰救我！小兰救我！救我！救救我！我想要玩其他结局啊！金子，金子是哪一位啊？是绑双马尾的那一个吗？我记得箱子才是双马尾的，金子是。对啊，美术变酒店小姐，箱子不进。对，箱子啊，啊，对嘛，箱子是双马尾啊。酒店小姐是哪招啊？小金、法子，我都忘了谁是谁了，好久没看了。等到从头开始玩不会升档，不要你不要在那边哦，我记住你了哦，你就不要给我在那边在那边塞龙哦，你这样子很过分哦，欸、真的啊哦，你麦迪还塞龙哈，那 QW 什么936什么25的哈，啊、哦，真结局还破到。所以是有分歧点是不是啊，对，说到分歧点，我觉得那个会不会跟那个有关啊，那个叫什么百合花有关啊，我最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啊，那凶器真的很恐怖。不行，我现在我觉得看到你们讲的话，我都觉得我的脑袋开始在那边想一堆有的没有的，不是不好的，都是好的。没有啦，乱讲的。哎呦，不是啦，是你要救我啊，不能这样子啊。哎呦，好烦哦，可能有一个结局是不能，不是吧，
想的都是不好的，听的。我没有说想的都是不好的啊，对不对？什么不好的？这有什么不好的，对不对？啊，我再怎么想，我怎么可能会去想那些不好的呢？我像这种人吗？对不对？像我这种和蔼可亲嘛，然后我讲不下去了，我没办法讲恭维自己的话，我觉得那太困难了。那所以一共有五个结局，还有两个二周目。好啦，我们再试看东明哦，东明我看过一小部分，我不想看了。收集到极乐百花，我收集到两朵而已耶，所以真的跟百合花有关。这才蓄意说谎，喂，你们真的是灵媒是什么的世界线？你们真的很过分，你们这样取笑我，你们这样对吗？你们？其实我一直在想啊，那个耳机到底来干嘛的、啊？你走不过来哦这一切都在我算计当中啊。哎呀，是啊，我感觉是触发怪物的东西，对，那个是触发怪物的没错啊。哦，有解决的办法，好啊，没关系，你只要能够讲出来解决办法，我就试看看了。哎，那西米安安呢？心平安安啊让我取代你，整怪那一集不要出，我觉得你有讲跟没讲跟你完全一样，你知道吗？怎么可能不存档？笑哎、欸！其他游戏还有可能不存档，可是这个游戏我觉得不可能。为什么？因为目前其实它是有蛮多 bug 的。所以这个游戏如果你想要不存档通关，我觉得太困难了。对啊，我刚刚是很期待耶，结果你让我难过了。哎，现在怎样？各种点点点是哪招？好啊。这怎样？完全不能进去。今天的任务没有极限。哎呦呀！要点点点，我也快要点点点了。不是，任谁看到这画面都会傻眼吧？让我走，让我走。对啊，我目前才是只知道这结局，应该是死一百次死在同一个地方，太瞎了吧？
所以意思是说，有地方可以放弃挣扎吧？我一定要想办法。我不管，我不管，我觉得这个如果不想办法，我觉得很可能。反正不管是以前很穷，神没有钱过吗？对不对？我告诉你，如果神没今天他变有钱，他就不叫神没，他就那个钱没了，好不好？对不对？那还要眉毛干嘛？还要神的眉毛干嘛？直接要钱就好了。手机看起来超破烂，还有钱过，真假的？好恶心哦，哈利。会把石板放上去后坐过去，再拿走石板。碰到死神那一集，他就说：“哦，那是用灵能力。”对啊，他马上就把它用掉啦。我知道那一集啊，就那个谁讲说他死掉的那个啊。没办法拿走石板啊！哦呦，老大的弟弟你怎么还在啊？老大的二弟，下一集就能复活了。我又回来这里了，那到底是？所以到底是问题出在哪里啊？好好奇哦，哎呦，我想知道啦。下一集又复活了，好像是说什么假的，就是那他们说什么，然后他都会反话，然后他们说神眉再也不会回来，然后神眉就，然后那个妖怪就说假的，然后神眉就复活。这部结局只有一个，真假的、啊？对，上次神格妖怪对。对啊，他可以跳楼啊，为什么不把他抓下去就好了？我们来看看可不可以把他那个打出去。来吧，他自己跳下去，挣扎或放弃。哎，对哦，我没有试看看说那个如果放弃会怎么样？哎，我试看看好了，直接扑倒他。不是啊，如果那我也觉得很好笑，他们在那边明明就知道说只要讲反话就可以，然后他们都一直不讲反话，搞到最后自己输掉，对不对？试看婚戒，好，我试看看好了。我已经快要把这边地图记熟了。扑倒好像会被反扑，真的假的？对啊，玉藻跟雪姬直接被秒杀，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幕，超好笑。大玉儿，对啊，他拿婚戒给他，难道他拿婚戒给他，然后那个谁，西什么西什么西什么
我忘记他名字，突然忘记了，西什么西霞路，西霞路，对。他们被石化之后叫他，然后被他勒到痛哦。来吧，西霞路，西霞路，我要跟你求婚，婚戒不能用在这，放弃挣扎嘛，果然是交给我比较好。你说的没错，我只是在逞强。若有这边有战神，不就好了？希克斯，原来我会代替你好好生活的。少年离奇诚实，今凌晨在草草发现一层狮子自家。哎，我来不及讲哎。计划 ，project 啊，好了，我又完成另外一个 end 了。只是预兆，他变小是直接用他的外表。本来信，哎呦！我想看，我上一次看审美好像是4年前吧。对啊，我高中的时候看的，最后一次看，跳过去后往右边走。哦，你说那棍子吗？那棍子不是啊。如果那棍，你让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咯，那个明艳的爱人，哦，对对对对对对对，玉藻他只是找一个随便找一个类似找一个人附身这样子吧，不过我记得那个人是已经死掉了。感谢您的游玩。对啊，特点可以看了，可以看特点了，耶、yeah! ！有特点可以看啦，我们先去看特点，好不好？剩下再说。特点，耶、yeah, ！我有特点可以看了。嗯，这里是哪？你好啊，旅行者。哈哈哈！哈，撒回来！哎呦，为什么？为什么里面的人都长一模一样啦？救命啊！哈哈哈！哈，你是物质都的代理人，救命啊！叫做钱，为什么？因为和看起来这么的突兀，上色风格看起来完全就是不同世界的。来，好来，你够了，不要不要随便幻想月光祥龙的样子，你的西米都没画出来了的。这不可是我设计出来的角色，是太有慧根了。我的确不是这个世界的人。那你是谁？你为什么要把我丢到这里？有考虑要穿水手吗？完全不考虑，哦，没有考虑。丢到这里讲得太难听了。简单来说，我就是作者了。作者，你可能不太懂，但是我就是创造出你和你的世界的人。你为什么要让我有这样的经历？让我去跟心理医生度过不就好了吗？对啊，为什么不直接看心理医生呢？然后他就变得看医生游戏，这样比较好玩。总之，我接下来会跟着你走。这里有三个房间，内容分别这样。左边那间可以了解角色的性格，还有背景故事，连还没有出现的角色都有，所以啦。因为我写的那些书实在太累了，那些太扯了，不要学。为了弄出了那个现实打底的图，花了100年的时间。我该怎么通知你？
做成万圣吉祥物。我是不会 cosplay 那一种东西的哈，我这辈子还真的没有 cosplay 什么的，好随便啊。开启条件是曝过一次出院，或者是曝过数次不同的结局。建议你去把它玩了，可能严重剧透。多对话跟他有关的句子，要有四朵哦。有四朵百，有四朵百合花哦，太手想了，看屁呀、啊，没什么好看的。我只想问，为什么名字变得跟小鹿一样紫色？因为我懒得设定，我会出现在这。阳明之术了。哎呦，这好，我先进来这边好了。我、啊哦、主来布莱斯的妈妈，而歇斯底里，实际上只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体重58公斤，要找出很多 bug 才会更新和修 bug。对啊，我也这么觉得。然后，哎，不要哦，那个，哎，我告诉你，你再这样，我就把你给 ban 了，我受够了，不要叫我穿水手服，不要太过分了，叫我耍白痴，我可以接受，叫我穿水手服，这个有点我不太能了、啊，好不好？好吧，这个已经太超过了，而且我告诉我要扮，我也是扮男生，我也不会扮女生，好吗？布莱斯的爸爸性格古板，冥顽不明，相当冲动。承担点是重点。什么承担点是重点啊？什么意思啊？是二姐像男生却没有一直遭到责吗？哦，佛比亚就是那个我们那时候下去的时候那个遇到的那个布莱斯喜欢的男生。哎、欸，他真的是假假哎、欸！我没有鄙视的意思，我讲认真的。我觉得你不管是同性恋也好，还是什么也好，我觉得那都是个人嗜好啊。可以假扮南瓜杰克，那谁啊？我不要，不要。我不喜欢那个种。你要我扮魔法师，我还可以接受啦。我斗篷跟那个帽子都还在啊，身材挺好，很多女生喜欢他，有严重排斥同性恋的倾向。特罗莱斯在外工作，但是因为长期在外，没有办法及时帮到。因为他有好基友吗？有啊，就这个，就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在那个文青大楼那边，那个一不断的开启文青模式，然后又讲到佛比亚、啊，你不用扮就是魔法师，那这个什么？哎，这是他们自己啊。本作的主角个性温顺、悲观、胆小，游戏开始的10天前修了学，他其实是他性向的人。内心最黑暗的部分，其实希望佛比亚能被除掉。在新人西侠路的不耐烦下被拉入，对啊，我也很好奇耶，那些黑暗，因为能做自己一直是布莱斯的梦。灰色的长距离校长的眼睛靠近属西部的地方被撕裂。可以不要讲那么详细吗？我为什么知道他熟悉不怎么了？我干嘛要知道他熟悉不怎么了？救命啊！救人哦！这是哪里啊？没什么特别的。那你在这边干嘛？找我就是要玩游戏啊，不然干嘛？玩，
来吧，我们来玩吧。啊，顺带一提，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苏西部是啥？你可以去问咱们伟大的 Google 大神，他会告诉你一切的。你知道什么算了？放完，跌倒一次、两次、三次啊！砸死了蓝色了，哎、欸，不是吗？哎、欸，不是蓝色吗？从来没尿过尿，说真的，这房间有几个？一二三四五，十个。一个几乎饭厅吧。潜意识想当女生，是啊，他潜意识想当女生啊。我为以我为原型的玩偶。哦，这是那个水手服的那一个啦，我想起来了，我知道这一段。黑暗面的理解，黑暗面跟自己本人正常都是同性别。是啊，在哪一层？四层楼啊。不要打落楼梯就忘记了。我随便选的，这房间有一个，谁会知道？我为什么知道那个？不然是这发什么？老鼠？不是昆虫，我确定不是昆虫。有张纸上有写是啊，会群体攻击的，会群体攻击并且速度很快的怪物。三九，拜拜。哎，金金咬咬听听，随便啦，我随便选一个。你还记得第七题是哪一个吗？伯比啊！母亲总共有几张脸？在厕所身上引来听听，按一手揭开双胞的痛苦。选最温馨的就对了。怎么这漂亮是谁？我知道你都会选你自己，我都知道有没有？自恋狂，你答对的时候你超少的，都白输你。哦，黑色内裤，黑色内裤，我干嘛要知道内裤什么颜色啊？白痴哦，真的是，真的是，这作者真的不知道选什么、啊，救命啊！好啦，我们进来这边看看吧，就像玩偶一样。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没办法过去哎。哎呦，好吧，所以就只能这样子了。啦！哎，我再跟他玩二十题啊，好不好？进入意识之前没有办法拿那个婚戒，没办法拿。紫色吗？紫色。没有，在这边我没办法按那个选单，我试过了。哎呦，随便啦。不然是，不过我提过说不然喜欢上男同学，那多少也想过自己若是女生多少想法。我觉得那个 Kenot 你说的有道理，真的。就他因为他喜欢那个佛比亚嘛，所以他觉得说，那个如果我能够怎么样，如果是女生的话，搞不好他就可以正当的喜欢佛比亚，所以才会产生。虽然内心的那个人格西霞路才会是以女生的形象出现，我觉得啦，当然这是我一点小看法、啊。因为有人说，我忘记谁讲的，他说，通常你内心最深处的那黑暗有没有？那个不见得说完全都是那个跟你是一样的，
有时候它是按照你所想的诞生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也是跟他是同性恋这件事被发现，然后所造就的事情有关了。好了，那我们，这个 home， 家就先玩到这边吧。我觉得那个结局的部分嘛，还蛮有意思的，真的，我真的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其实这也讲。讲认真还讲出很多人的心声啦、想想看，这世界上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是那个，都说男生就是喜欢女生，不可能所有人都这样吧，对不对？我觉得说，其实那个真的是要看个人啦，没有说男生就一定要喜欢女生，女生就一定要喜欢男生，对他们或许没办法传宗接代，但至少他们活得开心就好。我觉得你活得开心是最重要的、总比你在那边活得很痛苦。没有，就对你来说是好的吗？对，啊，那个，可是我找不到剩下百合花耶，好烦哦！我好想去找那百合花哦，我想知道说那百合花到底在哪里哦，剩下的。对啊，我好想知道、可恶！不行，不管，我到时候一定要再尝试。那我先那个。我现在研究研究好了，等到我确定研究出来后，我会再把它录下来给大家看。好，那我们今天的 home 家就到这边告个段落，寻找百合花之旅。是啊，的确是事实。哦，感谢小兰你的追随，不是追随大奶奶大智慧啦，对，感谢您的追随。你只找了三朵，你怎么找的？我只找两朵而已，哎，我靠！而且我不知道你刚刚有发现一件事情，我去问快问快答的时候，他有说有三样，有他给我们三个选项，然后说哪一个没有办法装，其中一个是浓稠的液体，还有一个是混浊的液体，所以代表说，还有，我觉得这个游戏真的还蛮有，可是讲认真的，如果不是因为 bug 太多，它真的是一款。非常好的游戏，我觉得里面的好细腻哦。人物图就算了，人物图太搞笑了。可是很多地方就是它细节太多了，所以反而很他们那个作者也很难去兼顾。我觉得这应该是最有趣的地方。来，那我们那个 The Home 就到这边告个段落了。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我要先关掉游戏了。啦啦啦啦啦啦啦。耶、yeah. ，然后开始我，对啊，然后我们就拜拜喽，拜拜。